Hello， 你等会儿去哪儿玩了？燕老师，这是你们班这次月考成绩。他的成绩下滑这么严重。走啊，怎么不走？赶紧的，能不能快点？去玩了吗？哥几个等你们半天了。你们几个干什么呢？你学习成绩下滑就是因为他们。以后下课来我办公室，我给你辅导功课。老大老大，说好放学去滑板吗？你不特意讨厌补课吗？走开，不去。走嘛，别烦我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老师，这道题我好像不太会。